10月13号，谢贤在芒果 TV 自制新节目《宝贝的新朋友》中分享了一组谢霆锋的童年裸照。照片中，婴儿风全裸出镜，白白胖胖，十分可爱。童年时的谢霆锋俨然就是一个胖小子，而年轻的谢贤意气风发，帅气十足。爷俩相似度极高的高颜值，也让网友宝宝们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强大。由芒果 TV 打造的隔代亲子示范综艺《宝贝的新朋友》将于10月16号正式上线，每周一中午12点播出，是一档隔代亲子示范综艺，由明星爷爷谢贤、张双立、姚安莲、岳岳丽亲情加盟，加阳刚小子李清玉、鬼马机灵的小玉玉、小可爱虫虫、混血小兄弟俊俊和小宝五位各具特色的萌娃组合，通过明星爷爷加素人萌娃的互动，完成孩子的梦想之旅，给孩子们正能量的指引。芒果拉新闻已经等不及想看宝贝的新朋友啦，报道。